好，大家好。哦，恭喜大家平安。我们以主法定人数哈，现在开会，我们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我们都坐着宣读好不好？哈，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十届第一会期第四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9年3月31日星期二中午12时至12时19分，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会议室曾伟明忠等7人，视讯与会庄文瑞雄等10人，主席曾伟明忠。报告事项：宣读本会第十届第一会及第三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十届第一会及第七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报告事项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各党团增列部分共计22案照列，对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继续质询。二、请愿案件：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2案。二、一、立法院质询行事法第65条规定，62案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付，并附至请愿人。其他事项2案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异议？议事录。好，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就议事录确定。现在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那如果有委员要登记发言，我们现在可以到主席台前来登记。那议事人员如果宣读完毕后，就依登记顺序要请委员发言。好，发言后再行处理。现在请宣读。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第8次会议议事人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9年4月10日星期五及14日星期二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第7次会议议事录。二至三，委员林威州等凝聚《公民不在籍投票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监察院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四至五，委员林义华等凝聚《人民团体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六、委员廖婉如等凝聚《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七、委员周春明等凝聚《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八、委员吴玉琴等凝聚《公益揭弊者保护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九、委员庄进成等凝聚《全民健康保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十至十一，委员高嘉瑜等凝聚《社会团体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公路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12至13，委员苏小慧等凝聚文化艺术奖助条例交教育及文化财政两委员会审查。太空发展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14委员范宇等凝聚劳动教育促进法交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15至16，委员蔡依瑜等凝聚刑事诉讼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银行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17委员郑天才等凝聚农民退休除金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18至19，委员赖瑞荣等凝聚农业保险法交经济财政两委员会审查，警察人员人事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20委员吴玉琴等凝聚老人福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21至27，委员李桂明等凝聚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行政法院组织法、国家机密保护法、司法院组织法、法官法、司法人员人事条例、宣誓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28行政院函为支应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后续4年之经费，请依前瞻基础建设特别条例第7条第1项规定，同意办理预算筹编，交经济委员会会同有关委员会审查。29至189，行政院、交通部、内政部、法务部、运安会、经济部、农委会、国防部、国安局、环保署、卫福部、教育部、陆委会、经管会、劳动部、中央银行、退补会、公平会、原能会、通传会、侨委会、人事行政总处、海委会、审计部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190至193，农委会、陆委会、环保署等函为预算事项及附带决议报告，交相关委员会处理。194至196，内政委员会等函为院会交务事项业绩处理完竣，同意动之警察招案。197至200，经济、外交及国防、内政等委员会函位于行政命令锁定审查期限警察招案。201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员所提临时提案之延署情形警察招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1至3，委员陈廷飞等凝聚《中华民国宪法》交修宪委员会审查，《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中华民国宪法》征求条文交修宪委员会审查。四、行政院函请审议《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财政两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五委员曾明忠等凝聚《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财政两委员会审查。六委员谢依凤等凝聚《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79委员李桂明等凝聚《中华民国刑法》2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
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增列10之12传染病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集会游行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财政两委员会审查。执行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以本院委员执行部分，对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继续执行。4月10日及14日上午宣读完毕。好，我们报告事项已宣读完毕。好，现在请登记委员发言。我们请邱委员太原发言。好，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民进党团提案哈，针对第十届第一会起第八次会议议程，建请将议事日程草案提报院会。以上，谢谢。好，所以报告事项有这个提议哈，送草案，那我们就把报告事项跟讨论事项宣读完毕以后一并处理。好，我们现在先宣读讨论事项。讨论事项：4月14日下午，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不含内政经济财政委员会部分。二、财团法人228事件纪念基金会109年度预算书及相关资料案。三、财团法人义勇消防能源安全技术基金会109年度预算书及相关资料案。四、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财团法人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中华民国委员会109年度预算书案。民众党党团提议增列五，要求本院尽速依据立法院修宪委员会组织规程第3条之规定，于本会期完成修宪委员会之组成，是否有当，请公决案。宣读完毕。好，讨论事项宣读完毕。好，那邱委员登记发言跟那个报告事项发言内容一致，是不是就不再发言？好，那各位委员对于邱委员的这个提议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把所有的草案都一并送院会，好不好？好，草案送院会。好，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做以下决定。好，本次议程草案送院会处理。好，接下来我们请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依函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5条第二项规定，函送权的机关处理者68案，宣读完毕。请问有无异议？没有异议哈，那我们通过。请问有没有临时动议？没有。好，散会，辛苦大家。